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维奇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我是王湘云。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25届三星杯决赛的第一局，由韩国的申真旭九段对阵中国的柯洁九段，可以说是非常吸引眼球的对局。那么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黄毅中七段，黄老师您好。小云你好，各位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比赛呢，它是其实三星杯的历史很悠久啊。它这一届开始，上一届开始，他们是一直下完是吧，黄老师？是的，去年就从一直。32强开始是一直在进行的。那么决赛呢，当然就非常的，大家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对，这两位棋手呢，都是中韩等级分第一名，而且今年以来呢，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棋迷呢都期盼已久，他们这次尤其是在最顶级的比赛决赛里面相遇，我们大家都很期待。对，那么在我们给大家进行这盘棋介绍之前呢，我们的现场画面啊，其实也可以带领大家去看一下。无论是柯洁是在中国棋院进行，还是申真旭在韩国棋院进行啊，现在是韩申国真棋旭院的画面。都要进行检查，金属的检查，有没有什么手机啊？有没有金属的东西？现在对，应该说还是。防止这个 AI 作弊。现在这，非常的严谨了，这个是申真旭。其实这一次，我想韩国棋界对于申真旭跟柯洁的比赛，应该说非常的重视是的。因为申真旭现在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嘛，对他的期望也是非常的高。他还放了一些巧克力，是我刚才看到这个对，他有准备，因画为面。这个比赛是没有中午中的午休，休息，从上午的10点钟开始进行。对局双方呢都是要在这个网络上。对，它有2台电脑，一个大屏幕，边上还有一个手提电脑。其实是为了这个看上去的视野更好一点吧。这是柯洁。对，这是柯洁在中国棋院的现场画面。对，他们的对弈呢是在这个网络上进行的，它的特写。对，柯洁周围也都是立满了摄像头啊。今天其实也有稍微有点冷啊，北京的天气啊。他现在这是在棋院的201房间。对，是，今天棋，刚才黄老师说了，风特别的大对，他们两位棋手，那么赛前也向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柯洁呢是1997年出生，申真旭比他小3岁，对，是2000年2000年的，应该说他们还是同一个时代的棋手。对，但是申真旭实际上啊，黄老师就是在我觉得在今年之前，可能柯洁的对手我们都会默认为是朴廷桓，就是中韩之间啊。但是在今年，这个申真旭的上升势头实在是太迅速了，是的。然后感觉到似乎有这个替代朴廷桓的之势。应该说他现在的技术各方面应该说是已经有超越的趋势，因为之前在他跟朴廷桓下的那个棋盘棋里面，他已经3-0领先了。他呢，今年是胜率惊人啊，达到了91%。91%是的，这有点不可思议啊！是的，怪不得大家给他起个外号叫做"深工智能"，是啊，人家都是人工智能，他是深工智能。是他的棋就有很多，确实是跟人工智能下的一样的，吻合率太高了。而柯洁呢，同样是状态奇佳，今年。我觉得他的胜率也接近了90%。像我们觉得职业棋手在一年之中，如果能达到70%，那一年的状态就已经非常好了。是，柯洁印象里今年应该是，比如说有8强的比赛，他应该就进了8强；有4强比赛就进了4强，好像很少，也确实很少见他输棋。是的，他今年在国际比赛里面呢，只输了一盘，在应氏杯里面输了。同样的，申真旭呢也是只输了一盘，他是在 LG 对吗？，LG16强输给柯洁了。对。
就是虽然他们两个的历史战绩啊，申真绪是就是四胜八负是落后，对，但是最近几年的交手，因为申真绪他的这个上升势头非常，就是在近两年吧，我记得印象中就是他去年 LG 半决赛的时候赢了柯洁，后面他也拿了冠军，战胜朴廷桓，他第一个冠军。但是呢，在之前的比赛中呢，还是柯洁明显有优势，对。尤其是呢，柯洁呢，他现在拿了7个世界冠军，在他夺得的第7冠就是2019年初的时候，就是战胜了申真绪，当时是在第4届百灵杯三番棋决赛中，柯洁2-0战胜了申真绪。但是呢，那个时候啊，申真绪距现在已经2年了，其实。19年的1月，对对对，是马上就要2021年的1月、但在这2年里面呢，这个申真绪的棋啊，突飞猛进，可以说是。是，我们要用全新的印象来看待了。当时呢，他还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大家都会觉得柯洁占优，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在棋坛上已经是一颗闪亮的明星了。我看柯洁的赛前采访，柯洁也是说他觉得申真绪已经脱胎换骨了。是的，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好，我们是不是迫不及待的先给大家来介绍这局棋？一起来看。好，第一局是申真绪猜到了黑棋。他们这个三番棋呢，第一局呢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天王山。第一局的胜者呢，不管从心理上呢，还是在就是各个方面呢，就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对，毕竟第二局的那个压力一方肯定不是胜者吧。这样呢，他们双方交替下黑白，第一盘呢这个申真绪猜到黑棋，第二盘呢就会柯洁下黑棋。其实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啊，可能有些爱好者们通过网络啊什么的，已经看到了这盘棋的结果。没关系，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回顾这盘棋啊，同时介绍精彩的进程之后，我们其实是给大家留了一个非常的独家的一个小小的惊喜吧，就是可能我们会一直关注我们天元微信频道的观众呢，会最早看到今天呢是为大家带来柯洁的一个赛后电话采访。这个可以说在今天，尤其是我们一会儿讲到后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看到啊，是非常，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非常期待一下他下完这盘棋之后怎么样子来回顾了一下他的这个对局当中的过程。大家可以在我们这盘棋结束之后，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所以大家就全程啊关注我们的这个讲解就好了。好，看一下走到这里之后，白棋是挂角了，低挂了。这个低挂，反正高挂呢就比较简单了，就脱退了。柯洁还是选择了比较相对来说变化多一点的低挂。应该都还。但这一手棋就是比较稍微有点比较少见了。对，有点少。正常来说呢，一般都是现在都是尖或者是飞。这个二尖高加呢，被认为是可能会稍微亏一点的变化。会。黄老师说怎么样是稍微亏呢？就是说白棋正常来说呢，是可能会要飞压的最强的下法，让人工智能会觉得。这样的话呢，如果有两种下选择黑棋，最普通的当然就是爬完飞一个。现在都不是跳的，都不是跳了。跳的话，觉得对利用比较多，白棋压了压，还有这样拖的利用飞，然后白棋再逼。当然，如果白棋能飞压着，当然是白棋非常满意的了，就觉得可以便宜了。但是呢，这个我估计申真绪既然二尖高加，我估计他肯定是有备而来的这个棋，绝对是要对，绝对是要作战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以前的定式都是碰这样什么简单走一走，这样的话是黑棋还可以满意的。比如说我们下个最简单的，您是说就双方两分的？对，这样的话黑棋还是可以满意。好像有了阿法狗之后，这个变化已经没有了。对，没有了，没有人碰这个老定式了，都是挡，对，直接站。就是这个就复杂多了。对。这样的话呢，会形成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黑棋这时候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跳这个，一种是直接加这个。但是反正不管哪种下法嘛，好像都觉得是认为是白棋可下的。
我觉得也是跟 AlphaGo 选择这个有关系，大家就会觉得呢，它下有它的道理啊。嗯嗯。但是呢，实战呢，这个柯洁呢，既然深圳序敢这么下，肯定是昨天，至少是前两天这两天摆了一下这个变化。是，别怕中他的计，是吧？结果呢，柯洁呢，他也是怕中这个深圳序的刀，所以呢，他选择了一个他认为还是两分的下法。嗯。就是反家，我相信柯洁他之前对这些变化应该也很熟悉了。嗯嗯，是，嗯，就是他至少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出其不意，就不要对破坏了这个深圳序的意图。嗯，这个棋呢，反正是实战的这个下法呢是双方最普通的啊。嗯，当然这个时候对太二，太二了。就是这个定式呢，我们也可以也大家讲一下。之前呢，以前有一个这样的变化，我记得有一度很流行。哎，跳一个，好像也是定式吧，黄老师。是的，以前对白棋冲，然后拐这个，然后推这个什么？推这个，吃。打白棋打吃，这棋接住，尝一个，然后白棋这时候可以尝一下，这个好像就复杂一些，但是呢，这能跳吗？跳的话呢，可能这个棋呢是黑棋比较危险，就有个弃子哈，黑棋是比较危险，因为这个白棋提一个先手，将来杀起气来，白棋气很长，这样的话，你如果不能跳下来，你只能压的话呢，那白棋尖过呢，这个棋呢是认为白棋满意的，所以呢，以前的这个尖冲个就少了，可能尖冲白黑棋退这个，可能还不如粘这个。粘这个的话呢，这个有个病啊，这个死。那黑棋这样拖，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变化：黑棋搬，白棋顶这个，然后白棋呢，能把这个子吃掉的话呢，白棋也是可以满意的，也是白棋稍好，所以呢，这些变化因为都是白棋稍好呢，所以这个黑棋这个尖冲呢，慢慢的就消失了。原来是这个缘故，他这招棋大家觉得不好，不太好，对，就消失了。所以深圳序选择了尖，当然尖一个飞也是，这两个应该都可以。差不多。飞一个呢，就是白棋将来这个地方什么拖了断一个的一些有些借用。尖一个呢，这个棋呢就更加坚实一点，脚上的白棋的利用就更少一点。当然这也是这个我看也是人工智能的一选，也是没深圳序之所以被称为这个叫深工智能，它前面对这个变化呢太熟悉了。对。所以我觉得呢，柯洁呢他应该从战略上来说呢，他是不要去下这些长套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从战略上是对的，选择一些稍微简明一点，避开它。对，让你那个之前做了那么多功夫，让你先等一等再用吧。说到他们俩的这个棋风呢，我觉得呢，这个柯洁呢比较灵活，对，就很灵动，大局观有灵气，大局观特别好。这个相比之下呢，这个深圳序呢显然就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棋手了，AI背得很好，而且他的直线的攻击力，直线的计算力都特别强，就像一个大锤子一样。他的棋很有力量，所以呢，柯洁呢要尽量在复杂的变化中啊，去形成一些转换。我觉得，您是觉得最好不要被他抓住。对，不要被他缠住了，对，有可能脱不开手。不要一根筋的去跟他那个直线型的对杀，直线型的去对杀，有可能要吃亏。要在这个复杂的局面跟他进行转换，这样的话呢，柯洁的大局的全局的掌控能力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是的。好，我们看柯洁。接下来他是拆了二。拆二这手棋也非常大，因为将来你不拆二的话被黑棋逼过来，这是非常大的一手棋。而且这个拆二这个地方我们记住啊，这个二尖高加的这个棋啊，白棋这个地方有个子啊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后续手段。将来不走的话，你将来脱尖这个地方有了这个子，这个地方有一碰。碰很严厉吗，黄老师？如果我搬吧。那他就是断一个，当然是要在这个争子有利的情况下，这个争子对，就是在这个争子有利的情况下，白棋必须有利。是的，这个棋靠断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很难办，你打他一跑，这个棋很难对付。
你这样不管走什么，对对，这个棋已经好像这样下可能不太好办，嗯。就是说，黑棋想吃角是容易，但是总归要被白棋。因为你接，你看这被白棋这一立先手的话，这得补。对，那再一藏这个里面要收气的话，黑棋就。是挺难受的，很小，所以对这一碰的话呢，可能很多情况下就只能退这个了，退这个，那白棋这个一坚定性，黑棋拐，那这一下还是白棋这边的这个会变得非常的厚，对，有帮助了，帮助加强了，所以对这个二尖高挂的这个手脚的棋形啊，这个地方是白棋是一个要点，将来有这个靠的后续手段，大家记住。也就是说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有逼紧的时候好像这里有棋，但实际上呢现在就是多就松一路，将来这个靠更加严厉，严厉那也就是黑棋得有可能的话请尽量要防着，对啊，可能跟贞子有关啊或者怎么样，他现在是边角，对，这时候呢柯洁也都选择了还是选择比较简明的，对，就长了一个，因为你比如说想去飞的话，那万一深宫智能给你人工这个叫深程序他给你一拖，那你如果不敢搬的话，对，自己研究的也挺多了，但是毕竟这个深程序现在已经我觉得就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大家已经公认他了，而且呢柯洁呢他觉得自己现在棋啊，我看他只要不管是人家一飞他就老老实实一顶就一搬啊，他也不在前面跟你做过多的纠缠，柯洁呢他对后半板还是有自信，对，他还是觉得不要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样选择了一个意外的变化，然后他是这个，对，柯洁的最近下这个中国流的我看对还尤其这个就是类似中国流的棋形非常多，对，以前我们好像有一阵子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碰什么的不太好啊，就下中国流的人少了，现在他下开始又有了，反正这种我觉得他可能也是经常研究这个 AI，可能 AI 有时候也进化，我觉得 AI 现在说不定他现在又不怕这一碰了呢，或者不怕了呢，对，这个他们的研究也是不断的在更迭的，对啊，要更新，他接下来小尖，小尖那个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因为这个地方呢尖完以后呢定型的话呢就因为你尖的话呢这边这个地方将来漏着风，你如果从外面封的话呢这将来被一飞如果脚被活了那就落空了，所以呢还不如就是不走，抢占那个一个大场，这也是对大的棋，然后接下来白棋在这儿出动尖出来了，这也是这个其实当时第一杆这个尖啊，其实当时没拆二的时候就很想尖这个棋。这个好像是个形状是吧，黄老师？对，第一棋形的嘛。因为你靠出来的话呢，就感觉太生硬了。尖一个呢，你下的时候要拖什么都是可以的。黑棋如果是这样，第一杆很想往下走啊，是吧？主度的，但这个棋形呢被飞的话呢，白棋还是挺能占的。这个飞基本上你得硬。对你硬的话，它再一飞。他这一般就黑棋这个出头就有点对，因为你出头你只能搬的话呢这个地方你要是这样的去凑白黑白棋冲过来这肯定是很难受的，正好是虎口，对，所以这种棋呢被飞了一般很难受，这个后续手段是，但柯洁呢他没有选择这个尖了，当然他选择最稳妥的这样，之后有了这个子变厚以后他再尖出来，对，现在尖的，然后顺序是这里，对，现在因为白棋有了这个子以后呢从棋理上来说呢就更不能下来主度作战了，这作战它多一个子就白棋就更有利了，所以申正旭呢这个正一个把这个子看清肯定是对的，然后他飞飞一个这个棋呢可能是稍稍有一点的那个可能还是最正常的就拖过就可以了，对，黄老师就觉得柯洁他是不是专门用这种心理啊，就是你想不到我的下一手，因为这个拖感觉上好像是就是不用怎么多考虑对就可以拖，这就是他的一种风格，我觉得柯洁的一种棋风，他不会老老实实下这样的你觉得能想得着的棋的话，
还是有点特别，他去捞了一个脚上的肺、但本身这是很大的一伤了，但是现在这个棋呢吃不吃好是个问题。然后21手啊，接下来对这个地方，其实正常在这个地方定型的话呢，黑棋要不就是尖，或者还有一种下法就是靠这个，靠呢，靠我，你会怎么下？我如果搬的话是，搬的话就普通的就长一个，你就长，那我长，然后拐一个。哦，您不是要阻断我的？对，因为我现在阻，那我再挡下来，因为我直接阻断的话呢，这个地方被你冲过来呢。冲断了才会变得很严厉这个棋，如果能拐着一下的话呢，那我就是不太怕你这个冲断了，是吗？这个的区别就在这拐一下。对，我打，那我就你长我就接住了就行就可以。因为这边将来这块棋还没活啊、因为你不拐的话呢，被白棋贴的话呢，那这样差别就比较大了。是这个气有点关系。那也就是说靠是这个对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下法、靠靠了、然后对长、可能呢会下成一个这样的棋，拐的时候拐的话你可能渡回去了，渡回去然后那我能打着一下、那还挺舒服的，还是比较满意的、你如果接住我再占其他的大场，对、感觉这形成了一个外势。或者还有一个下法就是攻击性强一点就尖一个啊，还是不肯放过。 对这样我再尖出来。因为将来这个棋有了尖以后，这个将来拖一个非常厉害。就也就是局部白棋是不好生根活的、对啊，得往外局部可能已经不好活了、只有拖只有靠。总之呢这个棋呢可能是申正旭呢正在思考怎么地方怎么定型。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时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呢？发生了、这个戏剧性的一幕。对，就是大家都见证了历史、在此时第21手的时候，申正旭呢他是、我们还得看一会儿这个找一下、他是在这个地方。对这应该不是说他下这步棋啊。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比赛呢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现在是在网络上对局的。柯洁呢是在中国棋院，申正旭在韩国棋院，用网络对弈的。是的。都是用鼠标的。是的。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还原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也是听说啊、从韩国那边听说。就是棋局的这个鼠标呢是比如说原先这个鼠标一直在这个棋盘上。那么他落子他拿这个鼠标就去点。然后这个时候申正旭他的鼠标呢可能不经意间的移出了这个棋盘的画面啊、但是还在这个电脑上啊、但他就想这个晃一下鼠标、把这个鼠标再摇回他的这个框里啊、就在这个不经意摇的动作，因为有的时候我想我们使用鼠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习惯、下意识的、可能就想找一下那个鼠标的时候就想确认一下、就不小心左手就点上确认键了。哦，你可能这也是一种说法相应，但是我也有听说，是吗？因为我们刚看他那个比赛，申正旭棋盘面前有一个大的屏幕，显示屏，正常他在这大屏幕，他边上呢还有一个小的那个电脑，小的电脑，手提电脑，他的那个，我据说他那个小的那个电脑呢是触摸屏的，触摸屏的时候你就一触摸呢，也能点上去了。申正旭呢他的手呢当时呢就是放到那个触摸屏周围。结果一不小心呢他那个鼠标一动呢他有根线。那个鼠标线碰到了那个旁边那个小的手提电脑上的触摸屏上、就是在这个位置当时。所以就变成了落子。接落子。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这个我们现在有两个版本、但是我觉得您说的也有点道理、因为毕竟是在一线这个地方测的，他是用那个线，鼠标线碰到了边上那个触摸屏。我是听这么听说的啊、因为正常的来说呢你要确认一下，用鼠标确认一下呢其实还是到一路这个位置是不一定那么正正好好的、可能会在比如说中央的位置上啊、这个不好说，但是就是很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这个是事实出现了。对，这是事实。对，因为三星杯在这个比赛里面它有补充通知嘛，就是它提前预想到了如果你出现了这种鼠标滑标的情况是由你本人负责的。对，它规则上专门声明了鼠标出现问题
由棋手自己负责。对，因为鼠标就是韩国棋院的这个鼠标的问题，其实在之前农心杯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先例了。嗯，当时朴廷桓呢也是因为这个鼠标的操作啊这个失误，但是因为在那一次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对，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属于当时都是协商，有协商解决的。对，和中方协商了之后呢，是可以比如说因为这条棋太离谱了，那我们就换作就不算，然后重新开始啊，这样子。嗯嗯，但是三星杯是比较特别。对，他之后呢可能就是这样，因为龙星杯事件以后，是的，专门规定了。对啊，是由你棋手本人来负责的。嗯，所以你就是落到这里，无论是你的鼠标线还是我们说自己晃鼠标，总之呢就是到这里了，棋盘上出现这一招了，就是这一招了。其实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规则定得更人性化一点啊，因为毕竟像这样的世界大赛又是两位那个明星棋手的很难的对决，出现了这样一手棋呢还是非常遗憾的，我觉得还是就从棋谱那个棋谱的角度来说。是，其实在之前我觉得我印象中疫情啊，第一次疫情在网上比赛的时候是那个孟买河八强有一盘棋，谢科对这个伊利辽。哦，当时呢我们中方的，因为是我们中国办的嘛，我们中国的规定呢就规则呢说允许出现意外情况，可以由仲裁比如说仲裁委员会来判定，做一些人为的干预或者是但是呢，就是，其实您说的这个仲裁其实是主要是为了判定你是比如说比较恶意的还是，对，像这样的一手棋呢，我想如果当时放在那个孟百合上呢，这可能就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对，其实真的是人性化一点的话，这个申真绪这招这个意外其实是可以避免啊。嗯，当然他自己也有责任了。对，但是既然已经这样的话呢，这已经是不可更改了，因为他们这个规则这么定的嘛。对，这个我当时看啊，我看后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录像啊，申真绪当时也是惊呆了，自己一看惊呆了，他然后他的那个表情啊都已经懵了。真的是，我想任何一个棋手我觉得这招棋就是属于他哪怕在二线三线对都还说，三线当然是很正常的一手啊，其实我觉得他只要哪怕这个鼠标滑在二线，其实这棋还是很早，还是正常的进行，还有用这手棋，非常大的用，而且不是一般的。我觉得放在二线的话呢，可能如果从胜率上来说可能连十个点都不一定降啊，是因为布局阶段嘛，对，本来也都说不好哪个时候就有什么用，但他偏偏是在这个一线。哎，当然说呢，这个一线呢也是还是有一些价值，我个人觉得这个怎么说呢，也有个三四目后手。我感觉呢，这步棋下完以后呢，这个形势呢就相当于黑棋停一招可能没那么严重，也就是我觉得变成让先了，让先啊，就是说本来六目半，对，黑棋要贴六目半，现在黑棋不贴目的话可能差不多这个棋。对，这个棋走成这样他也没办法啊，这个因为是网络对局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看到这手棋知道它的来由了啊，不要奇怪。这手棋呢，柯洁其实当时我们从这个现场的网络上来看呢，柯洁想很久才落子。这个事呢我觉得也说明了其实柯洁一种风度。对，对，柯洁心里我觉得啊，如果说当然在规则面前我们要讲规则，但如果说这规则上面就像黄老师说的有人性化，可以去协商解决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柯洁一定是就是说那你好好的在。对，柯洁我觉得他第一感觉也是懵了，也是一下就懵了。他肯定也惊呆，会不会想是不是网络问题怎么会下在这呢。他呢可能也在想呢，这个他也等着会不会等着这个有些什么处理，对，因为他可能也不太想这样下出这么一局棋来甚至不武，他可能在想会不会等着小生的什么申诉呢什么的。所以我看他这步棋呢很久才下。对，因为这手棋一落，这个时候黑棋的胜率其实已经就肯定是跌到十左右了啊，这个是必然的。然后呢这个棋就继续了。但是呢这种棋呢我们也不能大意，虽然是这手棋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可能也就是损了一个，大概也就变成一个让先了。这个棋如果说就对此放松警惕，那如果一旦被逆转了，这个对于这个比赛心情也是很不好的。是的，所以还是要高度的来重视。
接下来黑棋这里。嗯，尖。其实这步棋呢，从那个棋上来讲，可能不一定是最优的。嗯，因为实际上像这样的棋，你就离它远一点，你该下什么尖出来就完了，啊、让它自己去下，自己去下，它也特别难受。因为你越离它近呢，它将来什么手它下出来呢，它越有作用啊。所以这种棋你干脆就离它远一点。当然，这个柯洁我相信当时对局的心态可能也是也发生了一些的变化，我估计，嗯，对，嗯。大家毕竟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对对，可能这步棋就正常尖或者手脚都可以。嗯，就从最优解的家来说呢，离他近呢可能不一定是好的。对，就当时肯定这个心态也是，对，难以置信，但是又继续恢复，明白了啊，我还是可以继续下的啊。当然，我相信这个小申真绪呢，肯定也受了影响，毕竟是。对，因为我觉得反而还有一点，可能因为韩国的棋迷应该对他这个寄予厚望。对，这一次的对，而且尤其他的对手是柯洁，又是他自己在这么状态巅峰的时候，对，巅峰的时刻，哎呀，这个真的很戏剧性。这一个，然后呢，柯洁拖过，拖过，拖过呢，因为你不走的话，这被尖显然这个棋能活也是非常苦的，可能上面这几个都要掉。比如说你一尖被这一拖，你局部没法活，你有可能只能弃着上面这两个子了。所以这个拖过是非常必要的。对，他还是要去、因为拖过呢，黑棋一方呢不能是搬下来的，搬的那段的话呢，被我们打下来是不行的。嗯，但白棋正好这地方有一挤，有了这个尖以后啊、如果我就硬粘、对，那就被断掉。打，那我就接住。接。对，那你现在不能断，断被白棋打死了、你不管走其他的什么呢？挤、那我接住。哦、这个应该也是不太行，也逃不出去、外面这个损伤太惨重了、主要是里面也活不了。对，所以说这个尖的作用呢，就是柯洁之前尖完再拖，就是防止黑棋搬下来，搬以后他有这个挤。嗯，然后呢，对，然后这时候呢，申真绪就像黄老师刚才给大家说的、就是得把自己这个子得利用一下。对啊、怎么也得找点头绪，也非常敏锐。对、得靠起来、这也其实体现这个申真绪这个胜负师。有时候这种棋你真是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下几步没下好的话，又胜率又回去了。对，真的是不能大意，是、这个东西都很难说的。柯洁就长了。对，因为这个棋如果正常的思路搬这个的话呢，黑棋被反搬。正常的话我觉得会考虑搬这个吧、你争子又争不掉我。对，争不掉。但是他可能也怕担心黑棋这个长出来。啊，就直接这样作战。对。长出来这样也挺乱的，因为越是在这个作战起来，他这个是越能发挥作用。有一定的帮助。对，你贴我就尖出来，我再或者靠，这个地方。啊、你也争不掉。所以柯洁呢他也而且。他就选择了一个稍微简明点，比如说搬这个呢，可能单他可能也是往下立。那就一样，可能对你粘上对。对，那你粘上，那他还有，还不如单长。是。他实战是单长了、然后飞一个。这呢就是对黑棋这一块棋进行要追究，这样的。棋贴，这都是正常的下法。然后柯洁点一个，对这个觉得柯洁觉得这个黑棋的棋形呢并不是很完整，进行攻击。这个时候，这个申真绪呢，因为这个点的话，像我们一般来说都不太愿意像下这样的顶的这种熟手啊，比如说我们下这样，你再挤的话呢，这样的话，这个真的是白棋调子对白棋调子太好了，接住这。将来这些利用全没 了这都是白棋希望看到的一个变化图。这样我觉得这个对黑棋就太舒服了。所以呢申真绪呢他作为一个顶尖高手呢，他确实他就要想办法。实际上这个时候黄老师他实战的想法是不是也有点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肯定默认为黑棋形势不是太好。对啊，虽然说很急迫的想改变这种情况。但是是不是还是保留一下？对，可能还是脱先一点。因为这个棋呢，其实我们现在人类的思维真的是要有很多这样的加强，那么脱先的。AI 教了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脱先。因为脱先的话呢，黑棋呢是白棋要分段呢，你如果是这样分段的话呢，
我可以就冲过来，将它这一拖，对，这个活得很轻松，眼型一下就出来了。你如果煎一个的分段的话呢，我们就考虑就继续拖线了。嗯，这个里面对，将来还是同样还是拖了拖一个顶了，包括这样顶了搬了力，做活肯定是问题不大。而且将来还有保留这种搬下来的手段，对，就有很有味的。就说这样是吧？对，这就已经下来了啊。对，这样一打下来，对，打完这接住跟这个段结合了，所以黑棋可以考虑继续拖线，占别的大场。对，对，祥云说的对，这时候拖线可能是最好的下法。对，因为他既不想说我跟着你的思路把你走后，同时呢，又像刚才我们说这个吧，人家也不会让你如愿。是啊。感觉上他还是有一点急，对，但是这时候呢，申真旭选择的这个急，但这是不可能，这是我们最低级，这个飞机真是他太容易他就想要这样，那是太舒服了，他可能也期待着白棋接啊，然后他可能像是这样想的，拐下来，那么他搬，这样呢他再走别的地方，将来呢，因为你是这个棋的这个形状呢，将来这一拖应该活棋还是问题不大，因为有眼位，是，但是柯洁呢这个地方也处理非常好，对，我觉得 他这个地方是单肩的，对，就这手棋我不知道申真旭他想到没有啊，但是我们好像也是应该是这样思路啊，既然你如果冲我再一站，对，这样就是一个调子，对，那你再拐下来相当于你这时候跑来断了一个，这时候那断我走什么你都亏了，我就把你拐死了，对吧？对，那黑棋这时候本来下成这个时候呢，黑棋是绝对不会下这种断的棋，他是对直接在直接尖，这样的话呢，申真旭还是按照他原来的意图拐下来，把局他想还是把局势搅乱嘛，但这时候呢，柯洁他不接在这了，就贴在这，对，这样就好太多了，因为贴在这的时候，这块棋做活的空间立马就小了。对啊，你这个是不是能活？就活不掉，我们看，对，就已经可能就不好活了。比如说你想走在这吧，我就全硬住你，就是算顶算我的吗？顶，我就全给你啊！你要做活的话呢，因为你走这个的话呢，被我后手啊！我怎么觉得我可能接住你，好像都不一定能活。是，我就全让你，我就全硬你吧。太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你要做活要靠，这个不好办。对对，这样这一点啊。气太紧了，你如果接住了，大家注意这个地方一路有一个尖的手劲，对，尖或者扳都行，你顶了这将来因为这 一路一扳的对你就没气，对，这没气，没气，没气，急也行，急也行，这没气，所以呢这个白棋冲到这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这个角上已经基本上已经是可以说是可以数目了，我觉得差不多，好像这种是属于无奈，只好脱先，就现在你也不好下了，对，因为你也活不了了。那反观黑棋这个地方走了两手呢，好像不是很急，意义并不大，是的，不太焦急的，反而把好多变化给送没了。对，所以有时候棋有时候这一步就差太远了，那是单肩跟或者走别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一盘棋胜负就水平高低有时候就差在这个地方。对，柯洁这么样一定型以后呢，这个棋顿时感觉就是简明化了，没错，一下子就觉得白的特别厚，本来你形势也不行，那这个就更得就是着急了。对，这个地方如果全是空的话，就感觉上现在黑棋实地就是要落后很多了，就会要着急了，没错，所以现在的黑棋在脱线挂角，小尖，堂堂正正的尖，还瞄着这块黑棋，尖出来，这都是正常的。贴，因为这个棋呢，这个地方呢，要把逼着白棋做活的话呢，可能这步棋还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它，这总归是能用上，对对 对, 对，能用上来找回点面子，搬一个柯洁呢，可能这手搬呢，从结果来看，可能稍微定心稍微不是那么严谨，简单一点，简单也可以，当然这个题呢就长一个，这样可能就是我怎么走还是往下立什么的，这样做活，如果再追求一点呢，可能跳这个可能会好一点，跳我得硬啊，正常你得尖，我再尖，这样是可能，啊，因为你现在没有这个团的心情了，你再被我点着一下，对，
可能这样的定型呢可能比较是最佳的，可能是不要点啊黄石什么再跳给你、对，你可能将来会想办法在这边折腾。但是对白棋来说呢，可能这样更加的，因为他现在形势我觉得相比之前的这样的，但是这步棋黑棋又白棋又更容易掌握了，现在尤其这个定型以后特别的厚，就是符合柯洁，柯洁就知道你再跟我来什么我就不去啊，容易掌握了，我只要时控领先，我什么地方我都活了，对，这个灵活就是他的特点。柯洁呢实战呢搬一个搬、但这搬也是对他这个我觉得他是不是有顾及这边的，对，是的，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眼型丰富以后黑棋打入呢这白棋会厚一些，也是非常好的，这两个当然是现在把这个藏进来了，藏进来不过相对呢脚上薄一点，飞一个飞进来，因为作为深真旭呢，那我只能是抓着你这两个子了，对，缠住你这两个子了，而且我再多个跳还是管用的。不得不行。靠。好，靠一个也是棋形的要点。接下来黑棋这个棋形，这个哇好像是有不太有一点难看。可能还是心态受了一些影响，我觉得他有些技术有些变形了，我感觉上。对，黄老师，你说大胆猜测一下，他这个时候会不会啊？比较多的时候其实都会懊恼之前发生了什么，然后就是没有这样。比如说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他可能会全心全意的，他会平常心一点，来关注，心态平和一点。现在嘛，肯定会有这样的，肯定会有这样的。对，现在可能就会想别的，想的多一点啊。其实这手棋呢，正常来说呢，最好的可能应该飞在这个地方，把它罩住，因为其实这个地方靠在这，因为多了这个飞以后，我就不怕你打断，根本不怕你打断。你提的话，我这一冲就过来了。对，挡不住，挡这我一打吃，这两边有断点，对，没有打尖，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能从这边打的话呢，那我肯定是先这样的话呢，因为实战这样的话呢对白棋眼型有帮助了，相当于给白棋送眼了，说的直白一点，对，而且是从里面去挖，走鬼有点不情愿，对，还是想，也不是说挖完了，对，还是不想走这两手棋，因为并不是说我挖完了我外面一下就把你给封得特好，对，也不好封啊，主要自身这棋还薄是，所以他走了这样之后他是尖，所以这样的棋形就感觉都不太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有这种挖出来啊，这个棋形这个是先生，这外面都是很薄的棋，对呀、这个挖粘完这里就明显有冲撞，对，现在可能不一定成立，就是将来始终是有隐患啊，然后柯洁就走火了。其实呢，这个靠呢可以选下的更加的简明，比如说我就顶一个，顶一个是，你是不是只能往回退？我是不是只能回去啊？长被一般，对，这样我就刺一个，我就下一些比较简明的，刺我粘啊，对，你可能会拐一个，可能效率更高一点，我就尝试先手，呀。长我怎么走啊？长我接住吧，正常，因为你被我挖断，你这个气难受。对，这样是一个最，我觉得黑白棋活得很好，对，活得很稳。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局面呢就更加的简明吧。对，这个黑的这一串，我们看当官，对，什么都没走到，也没得到。将来这个地方被点还很难受。哎呀，真是。痛苦。他实战，对，实战靠。当然，柯洁呢就想着这块棋，只要我其实相信他，觉得自己这棋只要活了，我这棋就已经差不多了，基本上。去点进来，这也是这个看上去，有这个，但是好像不影响，这个子没有什么用，才是这个，然后粘上。从局部来说好像这块棋倒是也没有活干净，好像搬这个啊。搬这个吗？哎，对哦，我立的话就可以粘。对，因为你这个棋环不是绝先。你如果挖的话呢，我是现在是往下冲的。当我们这个棋行，我们可能不要先这两个先不要交换。这局部是一个打结合，我看我就挖这个。就这个。我冲。走。我就单粘，
我们先看看的那个简明一点，这个猴调吧，这个、是算白棋的。嗯，哎，这个棋形你还不好杀我，因为您是，如果你在这边走棋的话，一猴就变成双活了。嗯，所以你只能搬这个，搬这个，那我一吃，你就得接住杀我，那变成一个、哦、局部是一个打劫活。嗯，所以呢，这块棋实际上还是没有活干净的，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嗯，没什么别的办法。嗯。就是黑棋确实是迫于说自己外面 对外面确实有这些挖的棋、嗯、哎，所以他不能白棋如果气长以后再挖过来杀棋，嗯，对，不能马上杀，走成这样，这样、嗯、走这个粘上粘上，然后糊了一个、嗯、他先碰了一个，哦对，先碰了一个，反正尽量，因为他这个拐是先手嘛，现在拐完搬过嘛、嗯、白棋不活，这个是必须要防这边。嗯，所以他现在形势不利，生成血制造一些头绪吧。嗯，推一个，他在啊，他是先搬了一个，哦，然后再粘，然后对，实际上这手棋呢，可能如果直接脱先的话，这两个呢可能是不交换，不交换好一点，因为将来你白棋做活的时候，很可能是要爬一个顺势做活的。嗯，如果爬的时候，那这两个呢，我就可以脱先了。对。因为你这个地方呢，你挖不进来，挖不进来了，嗯，挖进来我这有一个打吃，万一有双掉吃、嗯，这不行，嗯嗯，这样我将来再看，看看将来的变化怎么定型。对，嗯，你不能，我以后我搬总是对，总是搬想走的时候对想走，嗯，还可以留着，万一有这一天，对 对、嗯，所以呢，这个搬的话呢，嗯，就是将来做活的时候被这一爬可能会有点难受。对。为什么我们刚才黄老师说了这招呢？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嗯，这个白棋一爬，哎，是考验一下黑棋的。下一手呢？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一种感觉，我怀疑他是不是又滑标？对，就又觉得，嗯，哎，这个棋、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手，对，这个死活啊，这个棋正常来说呢是只能接住的，对。接住的话呢，对白棋是不能脱先的。嗯，你脱先，那我就是在一般这块棋就是不活了。对，这没机会活了。嗯，哎呀，他是这样的话呢，可能最多是一个打劫活的白棋，比如说猴丸那棋，嗯，挡这个，哦，都进死了是吧？这个棋，嗯，我可以爬。啊，不是，现在该白棋，白棋现在怎么活？爬啊，不是，我现在啊挡一个呢，扩大哦，不行，这扩大的也扩大不了眼位，然后我就接住就死了。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接呢是白棋必须得做活的这个棋。嗯，白棋那就是他花一手对，对，怎么样也得花一手棋。对，嗯，但实际上他这个生成序他顶在这以后呢，白棋多了这个团子先手以后呢，对。这个棋就变成净活了，就是已经活掉了，因为我们把这个就当做已经交换。嗯，嗯，那么这个地方，对，无论怎样，你不管怎么走，我这一搬，对我就双活就行，是一个双活了。嗯，刚才因为没有这两手的话，你这样下的话被黑棋挤进来，对吧？刚才如果是接在这的话，嗯，对，那挤进来这样是不活的。嗯，大家看，嗯、这个棋，嗯，生生续。所以我当时觉得他真的怀疑他又滑标了。是啊，黄老师，嗯、您说他顶这个，我们只能说是他没有察觉到。就是说这个棋本来接住是应该黑棋先手在这边打的话，对，再走一手的。现在你顶以后该白棋下了这个棋、嗯，那这一手现在这么空旷的局面下，这个差一先后手，这个差不起的，这是。嗯、对啊，就是觉得他是不是没有察觉到？嗯嗯，就 我觉得应该在正常情况下，他如果不今天不那个什么，他是不会出现这样失误的。啊、我觉得，对呀、啊，对呀、啊嗯，可能他的心态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感觉上。嗯、这个时候已经、嗯、这样一走呢，其实相当于白棋又自由了、嗯，这块已经活掉了。对，那白棋就是太好下了。现在我这你说黑棋下半天，你什么都没走着，我还先手活了。对，柯洁这个时候估计心里头也已经暗自已经笑死了，嗯、这个又轮他了。啊，对呀、啊，尤其这个棋顶在这的时候，我觉得柯洁真是可能有点不知道。对，他实战是脱先了啊、嗯，因为不需要补死活。嗯、对，在外面走这手棋太大了。嗯，嗯这手棋下一手要瞄准这个挖啊、哦，这个挖，对这块棋都不活，你还得补一下，很痛苦。这种
这种拐都是很痛苦的情，送对方一下，嗯，接下来他是进去，嗯，但毕竟因为是这么重要的对局嘛，我相信他现在的心情肯定是，我们王湘云做过棋手，这时候的心情肯定很懊恼了，真的是的，真的是，我就觉得我如果是陈真旭的话，我可能一直可能会想一些别的，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可能会觉得哎呀下一盘怎么下呀之类的，就是这盘可能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呢他肯定也是不想轻易的放弃，所以他还是选择了最顽强的，对，我觉得陈真旭还是很顽强的，他现在走到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态度，对，这个棋选点也选得非常好啊，因为你这个棋你不能走这个，你走这个这棋形被尖的话呢，嗯，连不上这两盘，硬，不好硬，所以说呢他这个棋你如果正常可能要靠出来，那他可能就是往下飞下来跟你拼命了啊，把你分段，反正他是光脚的不怕穿鞋了现在，所以他有这个逆转能力也得有他这个实际的手段，所以他很厉害，是的，走到这儿，嗯，我觉得柯洁也很了不起啊，对，不为所动。柯洁呢看来这个棋呢，我们看到这一般啊，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地方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几是先手，嗯，几先手要做活的，必须要硬了，这地方也非常大，这两个字，对，柯洁呢，嗯，所以他这个扳是非常大，柯洁可能这个棋我感觉他是也是想从气势上把对方打垮，我觉得对，就是我就没有把你这个什么的放在我的心上，都我就照棋下，对，我仍然下最强的，哎，我也不因为你这个现在我优势我就选择那个比较保守的下法，是的，表现的还是很积极，对，然后压了两下，压一个长，正常的话，黄老师，这个时候黑的是不是应该补上啊？对，因为这个地方被长出来，这都没活嘛。但是呢，他这个扳呢，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手段。你要注意这个棋，这要注意，因为什么呢？你如果正常这样下的话呢，那他这几先手嘛，因为这尖都先手，这一立。这块棋呢都有可能都已经连通了，已经算度过了，对，你看你怎么把它分段，你不好分段，你走这个他几先手你做活，那一般就过了，这一般就过了，是，你这分不断呀，他是断吃先手，你走这个他也拖也基本上过了，对，这都是先手，他就唬住，气全是紧的，是的，所以你如果想反击的话，王先生，最强的白棋肯定是要扳这个，对，那问一个是什么，对，那问题就来了，这我这一挤啊，你是不是得补？那我结了，我这一段就出棋了呀。对，你是不是接住？那我这一打，对的对的，要我们棋力稍微低一点的话，那立马就有可能逆转了，是吧？就出事儿了。对啊，大家一看就走这个，我们这一路一都打。对，这个子就真的是对发挥妙用了，这一打。对啊，这个棋就变打结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得小心。是的，这是个扳，人家也是暗藏玄机的。对。所以呢这时候呢柯洁呢就是不能太本分，真是我现在来回味啊，他真是气势如虹啊，应该说艺高人胆大，对，他这时候就是长出来了。这一招棋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真的很体现柯洁，因为他甚至觉得我现在你挤这个我都要硬这边了，我先这边我先可以不顾自己的死活，有可能要跟你这个整个大龙杀气了。对，就相当于你这个挤，我们说总是先手。对，但现在我不让你先手了，我挤的时候我就要接住了。哎，这一下子你再搬过来，我这地方当然现在有断点啊。啊，对，现在是不能。你如果补断点的话，我就有可能跟你整体杀气。整体杀气，那也就是说，如果黑棋比如说走个这个，对，比如说这样的话，我很有可能我就什么，我什么立了猴丸和我做个眼出来。就把上面的气给你打打紧，对对啊，这样，对，我们就对对走掉，对猴过来，对，有两气。这个棋呢，即便下成一个双活呢，那我也是外面的，对，外面这手棋大，对对对对对，将来这个冲，这个黑的其实很难办，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好解决，对，所以这个冲啊，这个长出来，这真是一下就要那个置陈真旭于死地，这个棋，哇，有一种。这个都不管了，我就先自我自己，对，
我们可能要是包括我，如果去下的话，有可能就跟着硬了，在想怎么跟着硬，对，怎么把这两头兼顾一下啊？便宜嘛，给你便宜一点好了。但是我看他这手棋还想了，想了很长时间，是长出了，选择了最狠的下法，很凶。然后他是靠。这手棋呢，我估计这就是受心性影响，这手靠是一个明显的失招。对，是不是这个时候？正常来说应该贴这个。跟这里有关系啊。贴的话呢，你因为你这边硬不硬，你如果硬的话呢，我这个棋形正常是应该靠这个的啊。就是说走这个我就补上。对对，你不管走什么，我这靠是确保自己的联络。你如果走这个外面呢，你不管是并哪个并这个啊，那这个地方一接出来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接出来这个下面可能呢可能有点要崩的感觉了。就是我如果说一补，那我把你顶断了，杀气了。对，你顶的话呢，我直接就把你断了。对，所以这个压基本上是先手，白棋走这个，那他再靠这个，这是最强的一个抵抗，作为黑棋来说。对，就是争取能够把这两子给拿住。对，因为我吃掉以后，那你这边还差手棋啊，对吧？你现在这个地方还差手棋。是的。也许柯洁现在只能回头。再怎么定的，对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我觉得申真旭这个靠又是一个明显的失误。对呀，这个棋明显被人家反击了，这时候被柯洁这一顶啊，这是应该说这盘棋胜了，就是胜招。你现在挡不住了，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我就笨拱啊，笨拱你怎么办？粘，我就挖出来，难以为继了。我怎么办？好像您挖这个是不是我也不行、啊、对，也都行。就是这边是给你吃通的劲，这有个吃通，这边你这个几个子不能死啊。啊，这个死了白棋都活了，你这个我顶你也不能死啊，你这死了你这全是没用的棋了。对，这挤什么的都后手了，跟这儿没关。你不能挡的话，哎呦这个实战这个申真旭也，但我看他很快就是挖了一个、这个。实际上这时候我感觉可能申真旭的斗志啊可能已经是负数了，对，全无了，斗志全无了。这个真的是太为难他了。这时候呢柯洁也想了很长时间，柯洁他现在就是棋呢能够在优势情况下他能够稳得住，在关键时刻呢我看他经常能够参考一下，对，参考一下、因为是关键时刻。他选择了这个，当然这也是最黑的。其实这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下都行了、我觉得我这顶完好像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变化，我一挖是这怎么办呢？我这一吃挖吃挖吃，你只能提，这是属于办法太多的范畴吗？又粘上了，粘住好像都要死、对呀、这好像关键是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对，这所以说这时候呢，但柯洁还是想了一想，这个我感觉他这个下法、就是要击溃这个申真旭的斗志，因为你可能这个顶的话，我可能黑棋要转身了，对，不要了，我就不给你转身的机会，打这个，让你这个第二局都还在阴影之下。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们看，真是实战，真是惨不忍睹、对，然后一冲，哎呀呀，柯洁这是选择了最黑的一个下法，提掉一大吃。粘上，等于他是把你连根给断了。他不是连根，他现在就是说我要把你这个大龙给杀了。对，就是把你全关进来。对，现在那就是您说的，就是如果黑棋渡的话，现在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渡的话，我就笨猴一个，我让你挤变成先手接住，我们看一下这个的气怎么样啊？我就全硬。我得粘，我就吼一个，这个扑是你的权利啊。这个气是什么？这打掉吗？打掉，我接住。接掉。我甚至团不团了，我就把你团掉，我前面团掉。好，我们来看看，你现在正常接这个，我就弯一个，你就一个一个收就行。好，因为现在白棋有眼，黑棋必须得。哎呀，差一气嘛，黑的。看，收。收，我叫吃先生。对，这个是个打吃，粘上，然后一收。这个是一个眼杀，白棋有眼杀瞎，这叫什么？这个术语。这么大一串，但是他入不进来这一点，对，就不行了。所以柯洁这个就是已经是不给
黑棋任何的生路了，我感觉上这个没错，目前的情况确实黑棋也没有生路了，现在没错，真的这个申真绪啊，在韩国无人能及的申真绪啊，怎么今天这个对这样子的，然后他这时候一申真绪一看，可能我在这边没有出路了，对。但是呢，这个其实这样，当时因为白棋可能还是要团进来的话呢，可能还是外面有一些气的关系，对，有些气的关系。这里要白棋要，但是黑棋也不好操作，因为你这个怎么损太多的话，这里面可能我也有那个什么，对，大不了选个双活的，对，大不了选个双活，就是、对对，不掩杀你了，白棋也很难操作，不好操作，对，黑的它是这个，顶一个，这是。这是必然的，那他一看局面不对，他只能选择跟外面杀，那这个棋一看，这外面都是四处漏风的呀，对，第一翻出来，然后粘，哎呀，无论怎么抵抗，长，搬，这绝真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断的话，一看我们是真的是断了，对。但断这个地方自己呢，外面全是毛病，我冲，你好像也只能打。那我这个地方我一并都是先手。我得补这边，我无论怎么补一个。那我们这个就啊，对，简单，这就简单了，这一家对，对，跟争子没关系。对，这个大吃是先手。哎呀，那我能走成这样，让你这个进不来吗？那个，但是你即便让我进不来，你这时候外面已经是对七死八伤了，已经稀碎，已经碎了。不行，哎呀，那他这个棋他也不敢断。黄老师真的太惨了。他不能断，他就只能接这个。希望能够放长线。好，这样。这样。挑一个，这个棋难度太大了。本身我这个地方能不能活是一回事，我这炎炎气这个黑棋可能也，对，就是虽然说黑棋的气挺长的，但是这个空间太大了。对，而且这种棋像可能直接都有可能应该能活。是的，于是自己太薄了，主要是黑棋。没错，他就这里来了。这个呢，这就是做最后的，因为申真绪他肯定也算了一下，直接什么挤了扳，一看气不够。他这上面呢又没有信心继续追杀的话，所以最后的估计他也就是看看能不能有什么走了连扳，对，哎呀，就是最顽强的下法，惨，拍的，对，但我们不能打这个，我看，对，这个就是自他一走的话，如果被他，我们如果这样，我们这样下的话，这边一挤啊。这就出事儿，等于变劫杀了。对，被劫杀了。所以柯洁呢，这个地方也下得非常的还得慎重。对，冷静，一猴一弯，这个绝仙。绝仙，我就牢牢把自己粘住。粘上啊，给你反击。如果你粘，我就打过来。等于你没有延到气吧？没有延到气，而且自己气还紧了，因为这个地方你接在这以后，被我的猴弯，攻气还变多了。哦，因为粘住了，对，我就打几下，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对对对，所以他没粘，下成这样，然后柯洁是打了，对，这种地方他肯定不会下错，是啊，他也看也不会看错，对，这个地方攻气太长了，你如果接住这一猴，这因为黑棋没有眼嘛，这个只能去走攻气来杀这个白棋。所以这个气势肯定比刚才还比刚才气还差一些，对，还不如刚才时候慢一气，现在现在都不止慢一气了，也就是下到这个120手，对，这个申真绪就放弃了抵抗了。其实黄老师从他21手这个滑标开始到现在，坚持了将近100手，在这个100手里面，实际上我感觉是不是还是柯洁的表现比较好？对，那肯定是。表现得非常出色，我觉得柯洁，而且呢毫不手软，最后把这个大龙给杀了。对，申真绪呢就感觉最后还是失去平常心了，下完这之后，对，应该说这个
鼠标引发的血案对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啊。嗯，好，那么我们因为在之前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悬念啊，一个小伏笔，就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柯洁他这盘棋结束了之后，他有一个电话采访，听听他怎么说。啊、我觉得他应该是爬标了，但是我当时以为他会提出申诉什么的，但是后来也没有，然后我就等了一会儿，然后他没有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就那个就继续下来，但我在想，那棋反正他滑标就滑标吧，也输得有限吧，这还是得好好想。好，嗯，这个柯洁刚才说的也很真实了，对，说他是等了一下，对，看到这周期，想了一会儿，对，就是您说的，他等了，哎，再考虑，然后可能他觉得如果要申诉的话，看看是什么情况啊，那不要那么快落子，然后后来等了一阵儿，发现好像就已经确认事实了，啊，那么他就后来开始落子了，看起来我觉得他好像没有把这个。就他说该就棋该怎么下就怎么下，对对对，我觉得他肯定就是慢慢从这一手，我看从这些间看出来他的心还是很平静的，柯洁，是的，心态还是很平静，对，就是都是做了最正确冷静的选择，但下面后面下的比较狠了，但对，就非常好的表现，然后今天这盘棋下完是第一局嘛，那么明天他们其实还会进行第二局的，继续下第二局，连下三天，这个比赛是的，就决出冠军啊，如果有第三局的话，对啊，那么柯洁他的表现我想给申真旭应该是非常大压力了，是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申真旭就是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了，柯洁呢看明能不能够取得这个第八冠吧，他这个个人的。对，第八冠近在咫尺了。这两个、应该说是巅峰对决吧，今天这个一个戏剧性的结果，今天第一天是。对，是的。那么我们按照惯例呢，赛事直播都是要为大家介绍两个小时嘛。所以我们这盘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局，就是不是他们的决赛对局啊，但是也同样非常有看点的，谢尔豪对阵朴廷桓的对局。第一轮的时候，因为朴廷桓也是我们顶尖棋手，也是重要的对手，中国棋手。对，因为我们其实天元棋频道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啊，有在后台有根据棋迷们的要求投票，我们来选出大家比较想要看的棋局，所以我们接下来呢会为大家带来这一局棋，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有微信号。